过呀、喔。中间来，迄、那个有查某囝还袂嫁，无我看卖啊。查某囝还袂嫁，要嫁徐志豪，你就当来提起来。啊，我拢还袂嫁哦。啊，你若讲你不长还袂嫁，我惊死哦。啊，哎，正好你不清点一个吗？好，好。来，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好，你要去很要去行善哦。谢谢你。好、哦，要去行善。拿到老师礼物的一定要行善。哦、我们雅文老师每一次每一场活动都会准备礼物，希望大家变成是爱的这个传递者哦，把爱传出去。哎，你那里哦，第二波很多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哦。我安尼好不？我只想哎呀，三位，三位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不？后面的朋友。但是哎、欸，先生，你袂清理啊！先生，你话讲啊大声，你就不能穿呢。嘿，上衣都无穿。你特别要讲起来，提醒自己要传递爱。我们后面的朋友，我们两侧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的热情。啊，尤其是呢，能够行善，是咱的福气。如果在这样子的孝亲月，大个月、大日拢是爱用好日子，为什么一定是孝亲月？哦，这个跟古早的佛法有一些的关联，但我们今天不多提。我自己要给大家提醒，吉祥月的时候呢，大家心里有恐怖压力，跟做梦想，只有静心、静量、静感。所以现在的你走在路上，你是安心的；现在的你生活是快乐的，你是平安的，那都是上福气的人啦。而且你从这个福气还分给别人，这叫做分享。爱的分享呢，我们的福气会更多，并不会将你的福气变得更少。是。所以今天我给你的东西，我送给你的东西，你若感觉讲啊。雅文的理念我赞成，你就举手，我给你了，希望你去行善，这简单哈。哎呀，疼了，来，哎呦，金姐，正面的能量，雅文老师向来就是一诺千金，只要说出去的，他一定会做到。哇，老师，我们真是太爱你了。哎呀，是太软了，今麦我已经到地下二楼了。老师您客气了。哇，你从五楼到 B two 啊？喂。五楼到店面这双鞋是哦，这双鞋好适合我、哦。哎、欸，那你可能要穿裙子了。不是，姚文老师，你是现在真的要送这双鞋、啊？真的要送，真的要送。姚文老师言出必行，谁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这双鞋？这样子好不好？是。咱给苦丁来做决定。哎呀，苦丁把难题给他。苦丁，苦丁。哎、欸，那个报告姚文老师，是苦丁古尼。已经烦恼到七万，旧年伊拖还袂解决，伊七万，伊做歹处理诶。其实吉祥鞋啊，就是要行善的意思。对啦，爱行善啦，咱婆婆踏实，婆婆会当行善。是。啊，互你婆婆平安，安尼无好无？到底是变喏？我大家都在等你。哦，这个我是孝亲月。对，孝亲月。天庭今仔日咱来送哦。你会小乖乖啊，好嘛？还好，你以后早生啊钱，啊，不然要钱你先去买菜嘛，现在。今仔日你是带爸爸妈妈来的去？带着爸爸妈妈来的，孝顺带着爸爸妈妈来。哎，孝廉英啊，不是你，不是爸爸妈妈带你来哦，是你带爸爸妈妈来的。对啦，你带爸爸妈妈来的，真的孝顺的心在哪里？啊，在这边呢。好，这里也有，这边也有。台湾人就较友好，好。真歹决定的东西，咱随缘啦，好不好？随缘。手指嘛要拔落来就对了，是不？老师，老师，你今天是来，你这边也要啊，这边也要吐，是，这边毛神心，系啊，不要动。总是希望大家拢会当去行善。来，妹妹，你年纪还小，哈，这个鞋子对你可能。骨骼上哦，不是适合的。骨骼上不适合。我送你戒指好不好？哪一个？哪一位？哪一位？那位戴帽子的哈。戴帽子的那位，来给他一个掌声鼓励一下。他去行善。但是你要行善哦。孝顺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是。会不会行善？例如就是看到我这么帅的哥哥要把电话留给我，会不会？好，这个叫施舍，好吗？施舍跟行善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公公我叫来用招接奇怪。好，来我们。好，来鞋子，鞋子。鞋子。那因为我们糟糕，那所以你带妈妈来的，还有带爸爸来的，带阿公阿妈来的，阿公阿妈，哎呦，三代同堂，来，带阿公阿妈的，带阿公阿爸来的，哎呦，阿公阿公阿妈，谁，哥请您来哈，哪一位女生是吗？啊，你带婆婆来的，带婆婆来，婆婆在哪里？带婆婆来看雅文老师的呀，好。
好，报告老师，带婆婆来的，很孝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是是孙阿婆、阿公、阿妈来的。有吗？三代同堂啊！三代同堂，好，是是送给你们了。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记得要行善，行善收了老师礼物要行善。谢谢你，好，感恩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一般咱爱的循环吼，会当一代一代，而且是每一年每一日吼，拢是咱人生的日记了。是。那底下呢，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们的区长，能够再次的给雅文机会。我能够再次的跟大家见面，我都觉得。人生是目一年，一眨眼而已，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的缘分。我跟你的缘分这么亲，我真的很爱你，真的。谢谢，真感动，真感谢你。也希望大来观客恁会介意，但是我要甲恁讲真抱歉，我是我可能会忘记，啊，也请恁原谅我。蛋姐老师，你刚是要唱八月八号要发的新专辑吗？对，八月八号的新专辑，但是我歌词我一直背不起来。因为是新的歌曲，你赶紧下一关，我归前绪了哈，真的是，真的是没有办法记得住。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互相的互动。好，你因为宝贝外唱片，但是唔好无去行善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好，谢谢，带来这首。